一个是身份神秘、医术高明、连黑道都不怕的超强外科手术名医龙八姨，一个是在才格争斗下被陷害的名门千金。这个不爱按牌理出牌的怪医黑杰克，能否成功拯救病床上的睡美人？由韩国国民偶像金泰熙、周元主演，一部集合了动作、爱情、悬疑、复仇、才格争斗等多元素的精彩韩剧《龙八姨》，逢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，天下卫视钻石剧场播出，敬请留意收看。